沈天，你快点啊，要迟到了、你这人怎么搞的，没长眼睛啊？你没事吧？要不要紧？别管他了，沈天，马上就要迟到了，要被请家长了。上课、同学们，以后我就是你们的新班主任沈天同学，今天可要好好谢谢你一会儿来办公室找我。